你使劲啊！你会不会生孩子？啊！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不可以，你已经卖了我一次，不能再卖我的孩子。这孩子也不知道是谁的种，留下来只会毁了咱们老许家的名声。你媳妇，常天朗，不可以！别打了，老子的财物，留下！ 那女人呢？生孩子打出血死了。 我叫许宁月，有个交往2年的男朋友，半个月没见他，我要给他送惊喜。林哥，你快点嘛，人家都等不及了。哎呀，除了这些截图，分手吧。月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他不知道我的男朋友跟我的好闺蜜玩这么花。许宁月，他既然你都看到了，那也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识相点。 自己退出吧，江萌心，你这个小三当的很引以为荣啊，恶心！我看恶心的人是你吧？你一个生完孩子的破鞋，我跟你在一起2年，2年呢？连小偷都不让碰一下，跟我在这装贞洁烈女呢你？江林，你可以不喜欢我分手就是，我还算你是个人，利用我还污蔑我，你连人都不配做，我们之间到此为止。 说我生过孩子，他才生过孩子，空口白牙污蔑人，神经病！这是天降一个萌宝，买错了。妈咪，妈咪，妈咪，这个菜好香啊！ 我随便说说的，这么灵验？你这么小的小朋友，随便吃我的东西，不怕我是坏人啊？那你才不是坏人呢！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还没结婚，不是你妈。你就是宝宝的第六感不会错的。你才多大呀？你却有第六感？我虽然，真奇怪，明明才刚认识，为什么感觉格外亲切？小朋友。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爸爸叫星星，因为爸爸说过，妈咪是天上的星星亮晶晶。原来这小孩已经过世了，难怪会出来乱闯。那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啊？爸比叫全旺周。哦，你爸叫全周。反正等你吃完东西，我就带你去找爸爸。我才不要呢！为什么？ 妈咪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你，你能不能留下我呀？不行，我还要去面试呢。妈咪，你抛弃我一次，还要抛弃我第二次吗？我什么时候抛弃过你了？妈咪，你不要宝宝了吗？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带你，我带你去，走吧。 还没找到吗？我们的人跟着定位去找了，发现小少爷的电话手表掉在草坪上，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小少爷。妈，阿周，你还我份子！阿周，星星他想要个妈妈，他有错吗？你打他干什么？今天你不把星星给我带回来，你就等着给妈收尸吧！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他找到的。总裁，有人看见小少爷了，我亲自去接他。
室的地方就这里吗？对啊，全是集团力量。丹姐，这是我妈咪。美羊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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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羊咩咩。妈咪，你面试老公吗？老公？欣欣，我是面试工作。你懂吗？妈咪，这家公司的总裁好帅的哦，你要是给他买一送一，绝对不亏。真想伟大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来，妈咪说这个，欣欣，这个是总裁专用题，我们不能做的哟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可以做。总裁，小少爷不在哪儿？他现在在哪儿？这个，总裁，你们是在找小少爷吗？有个女人的小少爷电梯去了。看来有人知道小少爷身份，过来领赏了。找到他。你就在这里等我，我去面试完就回来接你，好不好？吃吧，妈咪，真乖。爸爸，我给你找信了。看过你过往的作品，还不错。谢谢。但是林大读了一年就退学了，意思你只有高中文凭？因为家里的原因，我没有继续上学。但是这几年我一直都有在自学服装设计专业，并且在此期间我还参加了缪服装。好了，许小姐，抱歉，我们全市集团很看重学历的。有点苦吗？咖啡？我都有糖。没有文凭，想找个设计工作就这么难。谢谢。小帅在哪儿？是你。哎，新来的，能不能干活？说你呢，发什么愣啊？住手！分什么新人老人？大家都是打工人，你们凭什么欺负他？别怕，姐罩着你。这个男人好帅呀！不好意思啊，撞到你了。你没事哈？没事。啊，那就好。哦，对了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男孩，大概5岁左右，这么高，然后眼睛大大的，很可爱。5岁左右的小男孩，那不就是？欣欣！哪里来的小屁孩啊？你知道全市集团一个杯子多少钱吗？妈了，你都赔不起！欣欣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我谁啊？不好意思，我来面试。来面试？看来这阿猫阿狗也来干全市集团面试。麻烦你说话，我有不客气吗？一看就是单亲妈妈，黑人泡的。我说对了吧？全市集团没人要你的。谁说全市没要的？我要的，我要的。全总，阿弟，什么？他是小少爷，全总，欣欣的阿弟。卡比，这个应该坏女人欺负我和妈咪，要给我们孙女儿做主啊！您是少夫人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瞎说啊！全总，小少爷，少夫人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放过我吧！哼，欺负我和妈咪不可饶恕！卡比，开始吧。全总，饶命啊！我真的想这份工作啊！你是全市集团的总裁
玄望舟。啊，全总你好，我不知道星星是你的孩子，我今天只是来面试的，我现在就走。嗯，玄总，我儿子很忙，你们负责就行。啊，哇，别墅终于开花了。全总，那个恩将仇报的事儿，咱可不行做啊。什么恩将仇报？反正孩子已经物归原主，我就先走了。妈咪，妈咪，星星，拜拜，我们有缘再见啊！这几天连工作都不要了吗？居然是不拿到资料了？是。我居然捡到了凌晨首富全望周的孩子，那我应该找他要份工作当报酬才对啊！哎呀，算了，张林那个王八蛋还在全市工作，不去啊！天，这是找工作。总裁，其实这个许宁月的设计都蛮独特的，也很有活力。那为什么没录取？他大学都没毕业。全市什么时候去看学历找你？明白，我现在就去人事部通知他们发 offer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月月，快！看看爸爸给你做了什么好吃。走走走，啊，爸，嗯，你有什么事儿直说。还真有点好事，来，喝喝酒。啊，不喝酒。那就喝碗爸爸炖的乌鸡汤。太阳打西边出来，爸竟然下厨了。快快，趁热喝下去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月月啊，你看，你今年都25岁了，也该嫁人了。咱们村的首富呢？王总老婆刚死，孩子缺养，他可答应了，说你只要嫁过去就给100万彩礼。爸，你把我卖了。爸，你把我卖了。什么叫卖呀？那叫明媒正娶。你又欠了多少赌债？不多，100万。爸，你当我是什么提款机吗？这么多年我在外面辛辛苦苦打工赚的钱全都给你还赌债了。我有时候都在想，我到底是不是你亲女儿啊？别废话，王总说了，你今晚就嫁过去，那100万彩礼啊，今晚就到。你要钱，你自己去嫁。逆女，你敢不嫁？就算你打死我，我也不嫁。你，我有办法让你乖乖嫁过去。竟然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爸爸还让妈咪对他负责呢。那个许阿姨怎么样啊？妈咪人美心善，我要她当我的妈咪。好，包在奶奶身上。喂，妈。阿周，你现在立刻马上把星星喜欢的许妈咪娶回家。你别听星星乱说。你听听，星星都哭成什么样了。去抓许宁月的行踪。是。王总，我女儿给您带上，您看那100万的彩礼啥时候给我？要不是你女儿够拼，就这破鞋，它怎么值100万？我女儿成年了，我再给你打钱。这不太合适吧？这你有钱还是我有钱？滚！我还要办正事儿。我滚！这陈总就是孙花。还真是够漂亮的啊！你说呀，王总，睡醒了，正好啊，今儿个是咱俩的新婚一点，来吧，我们一起快活吧。王总，这门亲事我没有答应，你放过我吧。笑话，来都来了，我怎么会让你走呢？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救命啊，救命！你越狠，我越刺激。你放开我。真是用什么贞吉利呢？你爸100万把你卖给我了，你就得好好伺候我。不要放开！救命啊！不要！喂，我的人，你也敢碰？你他妈谁呀、啊、你？
从民宅还打人，我还怕这碰了不该碰的人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林称全家。全家在孟州。全总，全总，他妈把他100万卖给我，我做老婆的，全总。老婆你也配？把他处理了。妈，全总，我不知道他是你女人，你饶了我，全总，求你了。嘴软了。널 보기 좀 알지 못했다 내 머물 세상 이도면 잘나 上车。啊？送你回家。哦，全总，谢谢你今天救了我，不过。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我在找你。找我？找我做什么？找你结婚。啊？那个全总，你们为什么以全总的条件找个结婚对象和奶奶？我的儿子只喜欢你，他只想等他妈妈。原来是因为心想跟我结婚能解决你现在所有的困境。解约结婚？契约结婚。我爸能骂我一次就能骂我第二次，不过有全家护着我。徐小姐慢慢想。陈烨，给他一张名片。哎，我想好了，我们结婚吧。你们俩是拍结婚照还是拍离婚照啊？靠近点儿，对嘛？笑，微笑，笑，开心。小雨哥。哎，对了对了，我真的跟宁城首富全孟州结婚了？好痛。不是总吗？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啊，不后悔，不后悔。全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到了，下车吧。哎，我就这么去你家？是我们的家。这阵仗也太大了吧！哇，少夫人好漂亮啊！天哪，少爷竟然对她笑！少爷是我亲手带大的，却没见他对任何女人笑过。这是吴管家。少夫人好，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。这是什么？少夫人好。我负责全家的饮食，鲁川月饼、苏浙香灰、冰华美意、西班牙。少夫人想吃什么菜系，我都可以给您做出来。不用这么麻烦了。少夫人就是我们的主子，我们全心全意为少夫人服务。可我是个假后门少奶奶啊。都下去吧。好。嗯，星星呢？我妈送她去学钢琴了吧？啊，你还有个妈？不是，我是说，你们豪门不是都对门第有要求吗？你妈妈不会是个恶婆婆吧？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谁都不能伤害你。传闻中的全总乱情绝爱不近女色，他明明很会撩啊，难道传闻都是假的？啊，那个，我先去看看房间。谢谢。让我看看芭比是不是真的吃了妈咪，如果不是，我就把她给赶出去。妈咪，星星，来，猜猜妈咪给你带了什么礼物啊？哇，还有礼物！噔噔噔噔，送给你。
哇，好好看呐、啊！喜欢吗？谢谢妈咪。谢谢。你跑哪去了？洪门凶火过来了。你就是星星说的那个许阿姨，阿周刚娶的老婆。那个，我们这个婚结的是有点仓促，但是都嫁进来了，还叫什么伯父？得叫妈。没被妈吓着吧？妈，哎，真乖。我们星星是个苦命的孩子，生下来就没有了妈。妈希望你视他为己出，这样妈就别无所求了。妈，这个你就放心吧。你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女孩子，嫁给一个带着孩子的官夫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不委屈。啊，这个卡里有500万。你拿着，以后妈每个月给你500万零花钱。好、啊，我是委屈你了。我明天让他们把我们全氏集团全天下的房子划20套到你名下。全天下的房子，一套是值2000万，20套那是多少钱？啊，妈，这我不能要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全家的传家宝——冰洋翡翠镯。冰洋翡翠镯，这就是传说中市值2亿的手镯。妈，给你戴上。不不不，妈，我真的不能要。传家宝，传家宝，给你就是你的了。我该怎么办？阿周，今晚行宴，组了单身派对。老地方见。本人已脱单。是。你有女朋友了？你不是不能靠近女人吗？不是女朋友，是老婆。What？ 只有她，我才可以。你动真格了？那嫂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啊？我们结婚吧。但我也有条件。第一，不许干涉对方的私生活自由。第二，对外必须隐婚。第三，如果在协议期间全总遇到了心仪的女孩子，我愿意提前终止协议。我不会喜欢上任何人。全总还真是薄情寡欲啊。阿周，快把嫂子带来给我们看看。不给看。少爷，少夫人刚才说要跟你分床睡，你说这新婚燕尔的。我去看看。你要跟我分房睡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吴管家说你要跟我分房睡。对啊，我们是假结婚，当然要跟他睡。你不怕我妈和星星知道我们是契约结婚吧？可是孤男寡女的回事。别想太多，就以这样的修身吧。我没兴趣。哎，不是，你过分。星星，你这么晚不睡觉？妈咪今天想和妈咪一起睡。对了，有星星在，我就不用跟全王中睡同一张床了。好，妈咪就和星星一起睡觉。星星，星星，下来，该睡觉了。我要跟妈咪一起睡。你妈咪今天已经很累了，她没工夫陪你。啊，那个全总，我有空的。星星想听睡前故事，我一肚子故事。妈咪，你不是要给爸爸了吗？怎么还这爸爸叫陈总，这叫老公。瞎说什么呢？人小鬼大。好了，下来。不下不下就不下。下来，睡觉。我就不下，我就不下。哎。星星，快睡觉！不下，
算了，他就要跟你睡了。好，嘻嘻，真棒，演技高超，妈咪爱死你了。Yes， 这样喽。好。很高兴娶到你，我的全太太。少夫人早。您醒了。那个吴管家，我昨天晚上为什么会睡在这儿啊？昨天晚上是少爷帮你回来的。啊？所以昨晚我跟全望舟睡在一张床上。嗯？这又是谁给我带上的？这不是谁给我带上的？还能有谁？当然是少爷了。打住打住打住！许宁远，你在想什么？全望舟才不会干这种事情。少夫人，就是少爷让你的吗？你看你喜欢的名字，现在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口味，可以分出厨房，这个冰做的工艺和细节的老菜，你喜欢哪一种？有人说。随便吧。早安。早。你干什么呀？这么给我戴戒指？怎么？不喜欢？全总，我们是契约婚姻。我真不带出去，要被别人误会的。我还是摘下来还给你吧。逆女，你给我滚回来！这一天迟早都要面对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那个我出去一趟。你前天晚上死到哪里去了？王总现在躺在医院里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，怎么回事啊？说，是不是你干的？对，就是。我的能耐呀！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只是你从来都没有了解过我妈。要不是我谨记我妈临走之前的嘱托，我早就跟你断绝关系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和我断绝父女关系？你身体里流的是我的血！可是这么多年，你有把我当成你的亲生女？你没有，你只是把我当成你的血包，在吸我的血而已。我考上林大服装设计专业，才读了不到一年，就不让我上学，让我四处打工，逼我替你还赌债。别说了，不是吗？别说了，你发誓你会戒赌，没想到信不改。走投无路了，还把主意打到我身上，给我下药，拿我当个商品一样去卖。你闭嘴！你说我还是你的，天底下有你这样的父亲。你要是不嫁给王总当做老婆的话，我拿什么100万的彩礼去还债？不行，你跟我去医院，去给王总道歉。我不去。你敢不去？给我查一个人，你敢不去？爸，我不会再任由你摆布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结婚了。好啊你，为了不嫁给王总，你骗我说你结婚了。我没骗，正新鲜出炉，刚硬。我打死你！再见。你就把戒指摘下来。还是我女儿有你出手。就找了一个有钱人，来，把戒指摘下来给爸爸看看。你休想！算了，不差那点东西。说说吧，嫁给了谁呀、啊？彩礼是多少？没有彩礼。说什么？没有彩礼你就嫁？
他是一个对我很好很好的人，就算没有彩礼，我也嫁。你现在是越来越忤逆我了，你。如果这就算忤逆的话，那接下来你是不是该说我大逆不道？什么？爸，我今天最后再叫你一声吧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替你还赌债，如果要算银针，我也早该还清了。我们之间的父女关系到此结束。你这个逆女，你这么的无赖，我早知道应该把你掐了。现在就要打死你！谁敢动他？我的女人，谁敢动她？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是谁啊？你就是许月月那个混账父亲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敢动她，就要承受动她的代价。你想干什么呀？啊，你敢？这林城还没有我不敢做的事情。不用了，我和他已经断绝关系了。哦，原来你就是我们家月月的新婚丈夫呀！哎，不许走！你要是想娶我们家月月，100万彩礼，不然的话不许带他走。别太过分了。想要钱，可以，但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从此不再打扰他，再让我看到你生他一根头发，我让你永远在林城消失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钱呢？我的钱！这里一共是1000万，从此。一个许宁远再没关系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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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快来！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让你看笑话了。但是你放心，你给的1000万，我一定会努力赚钱还给你的。不用给我这么见外，我们已经结婚了。一码归一码，我们是契约婚姻，不能当真的。药，你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，我给你上药。哦，不用，这点小伤一会儿就好了。我答应过你，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的。啊，这药真管用，一下就不疼了。总裁，咱们回全家吗？滚！1000万，1000万，我上哪儿打一年工？能这1000万呀？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这里是我的房间，我怎么来？哦，对，是你的房间，我去跟欣欣睡。嗯。我来是告诉你，以后你就睡这个房间。那你呢？夫人想留我？那没有，我就在隔壁，有事记得找我。那你来吃早餐啦。来啦，妈，早啊。来，月月，这是我让陈妈给你炖的十全大补汤，把它喝了。哎呦妈，我身体好得很，不用喝补的了吧？要的要的，你和阿周新婚宴啊，都要好好补补，早点啊给星星生个弟弟妹妹。妈咪，我想要个妹妹。快喝吧。
我喝。芭比，我去上幼儿园了，你不允许欺负妈咪我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快去吧，要迟到了。拜拜。刚为什么不帮我？妈的心思，我要是帮你，我也能帮你。看你就是个大骗子。少夫人，您的电话。喂？什么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拿了病药补上去，带他的金奖。那太开心！我现在就要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陈胖，我跟你说，我拿奖了。少夫人，怎么样？别刚才少夫人进全世集团设计部。没想到兜兜转转，我还是来了全世集团。走吧。哎，等会儿。怎么了？我们约法三章的第二条，对外必须隐婚。以后我们要是在公司里见了面，就当不认识，知道吗？嗯。现在外面没有什么人，我先进去报道，你过个十分钟再进来。嗯。总裁，这多少女人求神拜佛，想要跟你走在一起。咱家少夫人倒好，就差把别来沾边贴在脸上了。经理你好，我是新来的服装设计师许宁月。赵林，许月，我竟然忘记张林这个渣男就在全市集团盯着，真是讽刺！一个大学都没毕业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在全市集团上班？知不知道这里设计师全是黑工？你该不会是靠什么手段走后门进来的吧？我有没有资格？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？这两年要不是靠着我给你提供设计稿，你能坐上现在这个经理的位置吗？那又怎么着呢？谁会相信一个只有高中文凭的人的话呀？哎呀，你想要继续留在全市集团呢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毕竟咱俩谈了两年的恋爱，我也不能对全女友赶尽杀绝呀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只要你继续帮我出设计图，哎呀，再陪我睡上一宿，我保证让你在全市集团风光无限。做梦！我当年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这种烂人。哎，少夫人，您怎么出来了？没事，我随便逛逛。你是不是找不到部门了？走，我带你去。哎，不是，等等，我一没学历，二没经验的，不会给你丢脸吧？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设计师。我不能这么灰溜溜的回去。陈望周这么信任我，不能让他瞧不起。走吗，少夫人？走。别再让我遇到你，看我怎么收拾。哟，范特助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快，请坐，请坐。不必。您有什么吩咐？进来吧。这个是我们公司新招的服装设计师，叫许宁月，以后在你手底下干活，多关照关照。他，哎，陈特助，您开玩笑的吧？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对。他那里太忙了，我就先过去。如果有什么需要，随时联系我。好，陈大叔，您慢走啊！快说，什么时候攀上陈大叔的？你别碰我！跟你在一起两年，开房也不跟我开，嘴也不让我亲，回头就攀上了陈大叔，你可真是贱呀、啊、你！张宇，我真怀疑你是不是刚从下水道里回来，一张天都这么臭。许宁月。信不信陈特助知道你生过孩子之后，分分钟就让你离开公司？我再给你一巴掌！你敢？看我敢不敢！我告诉你，我是凭真本事进全市的，尽管放我过来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离开公司的。嗯，就你，你也配？新来的那个叫什么许宁月的，连大学文凭都没有。竟然能进咱们全市集团设计部，他听我表哥说就是个狐狸精，专门勾引男人上位的。这一次还是攀上了陈特助才有的。那他一直待在这儿，咱岂不是连晋升的机会都没有？
不好意思啊，你这不小心碰到的。哟，这不是新来的许宁月吗？这老事儿啊，心这么大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遵循神父的命令，好好管着你。宁月，楼下给我买杯美式咖啡，少冰无糖加双份奶。你自己不会去？周如喊你去买呢，是看得起你，还不快去？行。姐，哎，您找我？这几天少夫人在公司里啊。少夫人，太好。说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们总是传少夫人是高攀老婆。他们瞎说的啊，说少夫人用美色诱惑我才换取了上市集团的工作机会。我老婆跟我的特助处对吧？总裁，那咱现在怎么办？你说呢？周如姐，你的咖啡来了。哎呦。哎，史明月，你要死了！你故意的，是不是？一个个泼妇骂街，不知道还以为这里是菜市场。你知不知道周如是谁？她可是张经理的表妹，就等着被开除吧。许宁月，看我怎么整死你！你要么现在跪下磕头，要么你就乖乖滚出权势集团。跪下道歉，做梦！至于滚出权势，请问你有什么资格？就凭你的表哥是设计部经理吗？那我是不是能说你才是靠关系进来？我能进权势，全凭个人能力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大可以去问陈特助。许宁月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我打死你这贱人！啊！贱人，我跟你拼了！住手！哎，谁又来了？谁又来了？这家伙怎么了？不是说好的对外隐婚，倒不认识他。权势集团什么时候养了一群不干正事、欺负新人的员工？全总，是许宁月故意拿咖啡泼我一身。全总，他还故意把我撞摔倒了。闭嘴。全总在这儿，什么时候有你们说话的份儿？你们经理呢？全总，我是设计部经理张林。原来你在。隔音效果太好了，刚刚没听到。是吗？你这儿是公司，不是你家，你最好给全总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你下去，赶紧快回去道歉。呀，哥，是他拿咖啡泼了。嘴巴里。让你道歉，道歉！你在这干什么？表哥，你干嘛打我？快道歉！全总，我要举报。许宁月是因为攀上了您身边的陈特助，他是靠关系才进的设计部，你一定要严查。哎，我许宁月的简历我看了。他在林大上了一年的服装设计专业就休学了，他根本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，而且他根本就没有从事过任何有关于服装设计的工作，他凭什么进我们设计部？既然周荣都扯出来的事儿，那我干脆退一把。钱总，陈特助带许宁月进来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奇怪呀。许宁月是我亲自招进来的人。什么？钱总，你说许宁月是你的人？怎么可能？全总，许宁月这贱女人哪里配得上你？在少夫人正看着你呢。你要是敢公开咱俩的关系，你就死定了。你要是敢公开咱俩的关系，你就死定了。算了，只要你安心，怎样都行。
许宁月是这一届没有服装设计大赛的金奖得主。天，金奖？不可能！你一个大学文凭都没有的人，凭什么参加国际大赛？没有服装设计大赛的参赛资格，又没有学历要求，你身为全市的设计师，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？我的金奖靠的不是学历，而是这。你这贱女人，你敢羞辱我！够了，开了吧。全总，不要啊，全总！我在公司干了三年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您千万不要开除我！全总，表哥救我！表哥，表哥！全总，是我没有管理好底下员工啊，都拖走。全总，全总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许宁月，看来咱俩曾经交往过，可以给全总求个情啊。跟许宁月交往？你跟许宁月交往过？哦，怪不得盛夫人早上在大堂里转悠。张林是不是傻呀？左岸，如果因为盛夫人开除张林的话，就相当于昭告天下您和盛夫人的关系了吗？今天在场的所有人，这个月奖金全扣，再有下一次，以6万规矩来说。谢谢钱总，谢谢钱总。把盛夫人给我带过来。哎呦，不是说好了咱们俩在公司都不认识吗？你干嘛还跑到设计部帮我出头啊？你和张林是前任关系？哦，嗨，那天拿来金奖太高兴了，一下给忘了。我的老婆和他的前任在我的公司上班。我现在去找。哎，你再去，他们肯定会猜到我们俩关系不一般的。你这样是破坏协议。你什么你？以后不许动不动就去设计部，听见没？我不去，你就站在那儿受他们欺负呀？拜托，我才没有那么傻，好不好？那个周如满身的咖啡，还有那个李佳佳摔了一跤，脚都磨破了，都是我干的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我的事情我自己会看着办的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靠我的实力，名正言顺的留在陈氏集团。好。期待你的表现。晚上跟朋友有个聚会，你去吧。啊，要去见你的朋友？怎么，害怕了？见你的朋友有什么好怕的？要见就见啊。真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绝色美女给咱们断情绝爱的全少给拿下了。哎，都9点了，阿周跟嫂子连个影子都没有，是不是骗我们？谁骗你们？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夫人许宁月。嫂子好。嫂子你好，我是阿周的铁哥们楚林。林城第一花花公子楚林，久仰大名。没有没有，林城第一深情大男孩。嫂子你好，我是秦燕。你好秦公子。嫂子哪里人？怎么跟咱们阿周认识的？家里几口人？有没有兄弟姐妹？楚少，你一下子问这么多问题，我先回答哪个？楚林，你查户口啊？阿周，你也太护短了吧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去趟洗手间。谁呀、啊、这么不长眼睛？是你？许宁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难道你现在在夜色当公主？没男人呢？口嘴里吐不出象。站住！说谁是狗呢？如果你非要对号入座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是，可能我都想拿你很久，从知道你掐我墙角的那一刻开始。不过，既然张林那个垃圾男你喜欢，给你就是。但我唯一想不明白的是，江泽星，我们不是好闺蜜吗？你到底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副让我陌生的样子？许宁月，你是真的不了解我，还是真的不知道你自己有多讨厌，有多让人嫉妒啊？
所以这么多年一直都在骗我，你对我的好都是假的。没错，我就是看到你一无所有，把你踩在脚底下了，高兴。够了，江萌心，我还要感谢你，今天彻底让我认清你的真面目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也不要再见面，真的很脏，人脏心脏。站住！说谁脏了？你这种人尽可夫的女人，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！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你应该忘了，二十岁那年你生了一场大病，把你干过的那些脏事都忘了吧。什么？你不但怀过野孩子，你还把他生下来了。江萌心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，你这种谎话都敢编。啊，你。去了那么久啊。哟、啊、阿周啊，担心老婆了？不会丢的，都这么大人了，哎，别这么粘人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我去看看。楚林，我感觉阿周这次动真格的了。干嘛？干你啊，你。我让你推我，让你威胁我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 Hello Kitty？ 宁愿你别太过分。你到底谁干过？抢我男友还造我黄谣，给你脸了是吧？我，你们要上厕所？没事。什么情况？我就跟你说，干洗贴，动作片。别憋坏了！看什么？走开！是我。全梦中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去了那么久，快出来找你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是酒吧里哪个灯涂死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是不知道夫人的力气这么大。还不是刚刚把人打嗨了。你怎么去那么久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女孩子上厕所本来就……我们走吧。快，别让那个贱人给我跑了。怎么了？看到会去的人了，赶紧找他。你怕他？我帮你解决。哎，不许去！能不能少给我惹麻烦？我惹麻烦？找！今天无论如何要把他给我找出来！来来来，哎，你快点，你到底给我来这！打扰了，继续。你先起来，你压到我裙子了。啊。那个，刚才是意外。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我刚刚也是怕被人发现，所以才没有及时推开你的。那我知道。那我先回。我操！想听这好玩，你觉得？呀，嫂子回来了。阿周呢？他不是去找你了吗？怎么没碰上？他在后面。嫂子，你脸怎么红红的？你又没喝酒。有吗？可能是天气太热了吧。这夜色冷气挺足的呀。哎，阿周回来了。哎，你脸怎么也红红的？你俩是不是背着咱们出去干坏事了？别胡说八道，没有的事儿。有就有呗，
这夫妻换个地方搞点情趣，我懂的。哎，我们玩游戏吧。咱们玩真心话大冒险，来猜拳，赢的人赚酒瓶，对准谁谁接受惩罚，好不好？哎，不愿意做惩罚的自罚三杯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不是，我这运气也太差了吧，这在第一轮就输。嫂子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。说好了，不允许说谎。你尽管问，我绝对不说谎。好，刚才你和阿周是不是出去？嫂子，请回答。主驴，阿周，玩游戏要遵守规则，你可不能护着。我。自罚三杯。哎，嫂子，你这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？嗯，我懂了。阿周，你老婆瞪我，我好怕怕呀。阿周，你也太重色轻友了吧，玩个游戏也要破坏规则，真没劲。第二轮，哎哎，石头剪刀布，好，我赢了。来吧，阿周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，秦燕，机会难得，问点劲爆。阿周，你为什么和我嫂子结婚？因为欣欣喜欢我，想要我当她妈咪。因为一见钟情。你笑什么呀？你的演技也太精湛了，把他们两个变得团团转。我说的是真的。来，第三轮左起。来，第三轮。石头剪刀布。有可能。主林。嗯。咱们继续玩。好。转转转。嗯。别喝了，你醉了。我们回家。我没醉。我这一醒得很，朱林，我们俩，别喝了，回家。我要喝就要喝，你别管我。你说过不干涉我私事。阿周，嫂子难得出来玩一趟，你让她玩一玩，开心开心啊，是吧？嗯，来，走了，不走，我。老师，回家再收拾你。我不用，我要喝酒。放我下来！你老实点，回家再收拾你。我不用，我要喝酒。哎呀，完了！阿周啊，最讨厌醉。嫂子今晚要受累喽。人家小夫妻的事你别管。来，打喝酒。全网终于放我下来，听到没有？到底要干什么？放我出去！我要下车！我还要玩游戏！我要喝酒！全网找你这个大骗子！你说好，我们约法三章第一条，说好了不能干涉彼此的对方的私生活，你放过了。啊！你开门！我要下车！快点！快点！总裁，少夫人的开门，开车。哦，到家了，我让陈妈去给你换衣服。不要。我自己换换。你别动，我现在去叫陈妈啊。你家里有酒吗？我要喝酒。
你醉了。没醉。再往里倒，什么呀？青青。邓云，你也嫌弃我？啊？从我一出生，我爸看到我之后，骂了我一句赔钱货，转身就走。我爸是个烂赌鬼，所有人都看不起我。江萌心说，跟我一辈子当好闺蜜，一辈子都对我好。没想到，他才是最讨厌我的那个人。背地里，他跟我的男朋友搞在一起。还有张琳那个渣男。我以为他是真的不在乎我的家庭，不在乎我的学历，是真的喜欢我的。结果，他也只是看上了我的设计稿，才跟我在一起。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？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为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？你没有做错，错的是他们，是他们眼下心盲，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出身，但才坚强的活着，努力向上，已经比大多数要优秀的多了。但我真的，那些人不配你为他们掉眼泪。可是你也嫌弃我。我什么时候嫌弃你了？你有你就有。你是这个世上我最在乎。最重要的女人，我怎么可能嫌弃你啊？真的吗？可是，那我刚刚想要你亲我，你都不让。因为你醉了呀。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？这么一个大美女站在你面前，你都无动于衷。你小声一点，别吵醒妈和欣欣了。去做心电图吧。哎。说不定今天晚上有酒精的主控，少一号少夫人就不用分房睡。不是，谁允许你们偷听总裁和夫人的墙角了？陈总，我们是准备去主行酒店的，刚好路过这里，陈妈是不是？是是是。来听一听他们进展到什么地方了。你是我不行。嗯。什么意思？我。嘘，宁月。昨晚是怎么回到这里的？那是意外，意外，不许想了。是你啊？那个，我昨天晚上喝醉了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我没干什么奇怪的事儿吧？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嗯，什么都记不起来。那需要我帮你回忆回忆吗？那需要我帮你回忆回忆吗？我不会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？啊，我真干了，我干什么了？你不行！你吐了我一身。我吐。哎呦，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下次一定不会了。没有下次了，以后没我在，不许你喝酒。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。头还疼吗？嗯，是有点。洗漱完下楼，陈妈给你做了醒酒汤。哦。陈妈，
少夫人，欣欣呢？欣欣跟陈特助在花园里面玩呢。欣欣是个温柔懂事的孩子，说起来，他的妈妈一定也很温柔可人吧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怎么你在全家工作了20多年，没有见过欣欣的妈妈？少夫人，偷偷告诉你，小少爷是少爷在外面被人下了药，意外生的，连少爷自己都不知道小少爷的妈妈长什么样。什么？下药？少夫人，您长得这么漂亮，将来和少爷生了一个自己的孩子，一定啊不会比小少爷差的。陈妈，你又胡说了。怎么是胡说呢？夫人啊，天天吩咐我熬那个十全大补汤。哦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我现在就去给你熬，保证你明天早上就能喝上啊！不，陈妈，你别，汤实在是太难喝了。我说许宁月，你才来公司几天呀、啊？动不动就请假，怎么着？你以为公司是你家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啊？就知道张林这个大烂人会给我穿小鞋。八天，张经理，我以后绝对不请假。算了，看在咱俩之前的情分上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没有，张经理，您请说。我说，算了。不跟你计较这些小事情。既然你呢也是设计部的一员，那这次春设项目你也有份。给你一天时间，把设计图给我。不是张林，你有病啊！正常的设计稿起码要一个月。那不然呢？这次全总会亲自听取汇报，这可决定你在全市集团的去留啊！哎呀，对了，你不是老想证明自己的吗？我这不给你机会了吗？张林，这徐宁月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次怎么在全总面前丢脸。妈咪喝牛奶，谢谢星星，星星真乖。爸爸说了，喝完牛奶就要睡觉觉了哦。不行哦，星星，妈妈今天要加班画图。好吧。爸爸妈咪这么忙，你们还有时间给我生小妹妹吗？你在这里，我们就没有时间。哦。这么晚不吃？在给全总您打工呢。这不是春社项目吗？张林又欺负你，为什么不告诉？这是我的工作，你不要插手。少爷和沈夫人一直不同房，再多的十全大补汤。陈妈，你在说什么？最后王子和公主结婚了，他们永远的幸福生活在了一起。累了一天，回房睡觉。哎呦，这脑子又忘记拿睡衣了。我来那换洗衣服呀。谁请进来的？你就站在那不许动。这里是我的房间啊，而且我们是夫妻啊。谁跟你是夫妻了？你要是敢进来，你就死定了。等等，
怎么会有这个太监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会有这个太监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在说什么？阿周、玉玉，我听陈妈说，妈没打扰你们吧？啊，不打扰，不打扰。妈，我们、哎、妈，我们夫妻俩还有事要做，你是不是回避一下？啊，对对对，该回避，该回避。星星说他想要个妹妹，继续，继续。啊，你个鬼！陈妈，夫人，今天晚上给我盯紧了，不许他们任何一个人走出这个房门。是。你干嘛？洗澡。不行，你不能在这里洗。我现在出得去这个门吗？妈已经知道我们分房睡了。今晚我要是从这儿出去，你信不信妈能直接给我们俩下药呀？真的假的？赵夫人，你有事吗？啊，没有没有。陈妈，这么晚了你不睡？你和少爷不睡，我就不睡。那你身体真好，还真能熬。继续。天哪，太恐怖了！他妈真的在监视我们，所以省点力气，洗洗睡。老天，真要命啊！想不想玩点好玩的？什么好玩的？不行不行，不能再想了，睡觉睡觉。楚林，给我找一个人。张经理，我的设计图做好，请您过目。做的不错，待会儿在会议上就看你的表现了。2024冲射项目，有请我们的新同事 ，MU 服装设计大赛参赛金奖获得者许宁月为大家介绍他的设计理念。各位领导，各位同事，大家下午好。那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展示一下我的设计。这怎么回事？不会是没做吧？亏我还期待了一下金奖得主的作品，没想到啊，是一部空白。哎呀，许宁月，你的设计图呢？不会忘带了吧？我带了，我早上还给过你一份。张经理，麻烦你拿出来一下。我没有收到啊。说明是故意的。钱总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新人吧，就是有点马虎。咱们坐吧，别丢人现眼了。还好有我，不然是没你的啊。各位，这是我为2024设计的春设项目图。他肯定会引领今年的时尚潮流。不愧是张经理，每一次的设计啊，都让人眼前一亮。张明，你盗用我的设计稿？这些可是我没日没夜付出的心血，你怎么能说是你的呢？张明，你真不要脸！既然你说这是你的设计稿，证据吗？我当然有。你有什么证据？
我的证据。这，我跟张经理同时画图，把原稿原封不动的画一遍。陈总，你觉得这个方法？嗯。陈宇，你怎么怕？谢谢。好了，开始吧。你是宁月，敢跟我作对，不要命了？你废话。陈宁月，我给你20万，你跟陈总说。哼，我谢谢你了，你还是赶紧画吧，老子。许宁月，别他妈给你不要脸了。张林，好好画图。是。张林，你陈总，最近工作太累了，我是真的不记得什么细节了。许宁，到你了。各位，这款服装设计的名称叫星星。我的设计灵感呢，来源于一个小孩，他的小名叫星星。他有一双亮如星月的眼睛，有很甜很甜的笑容。他一笑，我感觉全世界都亮。他很有勇气，小小的身体，大大的，我很喜欢他，所以呢，采用了很多星星的素材。以上就是我的创作思路，谢谢大家。张林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全总，我各位，我还要澄清一个事实。我跟张林交往了2年，我以为我遇到了真爱，但是这2年以来，他的所有设计图都是由我代笔完成。我帮他出名、晋升职位，换了这是他的一顶绿帽。别胡说八道，我没有。这样的败类就应该把他开除，全行业封杀。贱人，你害我！放开我，许宁月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害我许张林，这一巴掌是还你利用我为你的事业铺路，你不配。这一巴掌是打你不忠，背着我和江萌心乱搞。你不是还妄想让我滚出全世集团？不好意思，现在要滚出去的人。是许宁，我诅咒你这辈子最好。高人，送你拿之后，盗窃、抄袭、诬陷、造谣，一个罪名都不许落下，全行业封杀。是。钱总，你别被许宁这个贱人给骗了，他就是个人尽皆知的婊子，他还生过个孩子。这个人嘴真臭，他待过的地方喷点香水。我看恶心的人是你吧？你一个生完孩子的破鞋，有什么资格说？你不但怀过野孩子，你还把他生下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信那个畜生的话，你是我的人，有我在，谁都会伤。那陈总觉得我的设计稿画得如何？你现在还有心情想这个？我说过，我会用自己的实力名正言顺的赢在全世界的。你已经做到了。啊！各位，我正式宣布一下，此次的春设项目将采用许宁月的星星设计稿。明明没有生过孩子，
为什么最近老做这个梦？许宁月，你的 B 超报告过来拿一下。来了，谢谢。吴管家，少夫人呢？少夫人今天七点多就出去了，她没说去哪里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阿周，怎么回事？跟月月吵架了？春月，查一下少夫人的行踪。医生，报告上显示我生产过，但我脑子里没有这段记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脑具有清除痛苦记忆的能力，有可能这孩子是在你最痛苦的时候生的，所以你的大脑主动选择了忘记。那我该怎么找回这段记忆呢？这样吧，先问问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人知道这事儿。老爸，老爸。哎呦，这不是老许家嫁入豪门的女儿吗？来看爸爸了。好位姑娘，又来给爸爸送钱了。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你。好说。只是，走走走。我才是来的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。500万，全部都给你。好女儿。上吧，想知道什么？我是怎么怀孕的？总裁，查到少夫人下落了，她在哪里？去了许家。喂，阿周，你让我查星星的妈妈，有点眉目，人没死。是谁？还在查。我想问你，你确定要继续查下去吗？人活着，你就要负责任。你有没有想过嫂子怎么办？继续查，我要知道真相。我是怎么怀孕的？当初欠了100万赌账，高利贷要拿你去抵账。所以孩子的爸爸是放高利贷的？你那时候被人下药，不知道你和哪个男人。那我的孩子呢？孩子呢？我问你，我的孩子呢？孩子被我卖了，去抵账。之后，你大病一场，昏迷了3个月。醒了之后，你失忆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我觉得你失忆也挺好，至少你不会恨我。总裁，少夫人在那儿。许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没事吧？陈望舟，你来了。这样。许女，许女，少爷，少夫人怎么了？叫林医生来。没事的，许女，你会没事的。看看他的头，少爷，请少夫人放下，我才好看。是啊，少爷。总裁，我有事情要汇报。他去医院干什么？说。根据少夫人的检查报告，少夫人曾经生育过，但是她好像没有这段记忆，也许是今天知道这件事情，一时无法接受，所以才……
对，林医生，怎么样了？少爷您放心，少夫人是风寒所引起的发烧，我已经给打了退烧药了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那就好。少爷，我听夫人说您也淋了雨，要不我给您看一下。不用了。爸比妈咪为什么还没有醒啊？你妈咪睡够了就会醒的。吓死我了，好好的人怎么成这样。星星，你妈妈没事了，奶奶带你去睡觉好不好？不要，我要在这陪妈咪。你去陪妈咪，她更加休息不好，乖。哦，跟奶奶去睡觉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一起面对。你干嘛？我去给你倒杯水。别走，你坐下，我有话问你。你今天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只要我想，任何人的踪迹我都能找到。那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人？谁？对不起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六年前我生过一个孩子，是个男孩，把我爸爸卖了。你想让我帮你找到孩子？嗯，秦王者，你是凌晨首富，神通广大，我求求你帮我找回我孩子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你不用求我，只要是不是我都会帮到你。谢谢你全王者，你放心，等找回了孩子，我一定不会让他打扰到全家现在的生活。找到孩子你就要走？是啊，我们本来就是假结婚，万一被人发现了，会给你和全家带来很不好的影响。我也懂了。是你。我想要的只有我。你说什么？无论你是谁，你是什么家庭出身，你做过什么，我都不在乎。既然你嫁给我，就是我的夫人，我不会再放你走的。可我们只是契约婚姻啊。没有什么契约婚姻，从见到你第一眼起，我就认定你了。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，我不会放你走的。可我有孩子，我不能毁了全家的名声。就跟星星一样，都是我的孩子。你之前说对我一见钟情，是因为我在全食集团保护了星星吗？不是，还有更早。住手！分什么新人老人，大家都是打工人，你们凭什么欺负他？原来我两年前就有这么大问题啊，让不近女色断情绝爱的全忘舟也不忘。妈咪，欣欣你吓我一跳。妈咪你在想什么呀？没有没有。对了欣欣，妈咪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欣欣你想不想要一个弟弟？只要是妈咪和芭比生的我都喜欢。如果不是芭比生的，只是妈咪生的呢？妈咪生的也行，星星最喜欢妈咪啦。宝贝真乖。聊什么呢？芭比，你怎么来了？下午有个珠宝展，你给我参加。
我还真不知道这次珠宝展的策划是谁。是我。你先参观，等会儿我找你。嗯，去吧。许明月，我不去找你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，真是冤家路窄。说吧，你是怎么混进这个珠宝展的？又报上哪个金主了？随便你怎么叫。我不跟狗计较。秦月，你又骂我是狗，怎么被我暴打的滋味忘记了？还想再来一次？这里可是珠宝展，打坏了你可赔不起。怎么了？这位是宇少，终于来了。他呀，就是我之前给你介绍过的那个在夜色当公主的闺蜜。有这姿色当公主陪客，要不跟我保你一辈子衣食无忧。徐少，请您自重。徐少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这张脸蛋给骗了，他呀还生过野孩子呢，脏得很。放心萌萌，我只喜欢你。站住，谁允许你走了？你还想怎么样？这不是今天晚上的展品星月之神吗？怎么会在你身上？你一个乡下人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啊？原来他是今天晚上的展示模特啊。原来是嫩模啊，这次的主办方有点眼光。我这个好闺蜜从公主到嫩模又不知道要配多少男人，确实是脏。不知道要配多少男人，脏死了。你才脏。江萌心，我怎么进来的跟你有关系吗？徐少，你看又是我。乖乖，别跟这种下贱的女人计较。徐少，你不是一直说要给人家买项链吗？人家现在喜欢这条星月之神，你给人家买吗？好啊，你喜欢就给你买。徐少，你对我最好了。徐少你好，我女朋友喜欢这条项链，给她包了。你确定你能买得起星月之神吗？你忙完了。哼，夫人有事，我总是要来。你就是包养许宁月的那个金主吧？情妇就情妇，叫什么夫人？你就是欺负许宁月的那个闺蜜江萌心。江闺蜜，喂，你谁呀、啊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敢这么跟我女朋友讲话？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请你为你刚才的愚蠢。徐少，您卡的额度不足。怎么可能？我这张卡里有5000万，星月之神价值1亿。什么？什么？如果徐少不能按时付款的话，好的，全总。裙子？你是全氏集团的全望周？全望周，就是全凌晨第一豪门，身价上千亿。凌晨几千万女人梦寐以求的钻石王老五全望周，许宁月很会挑金主嘛，贱人！敢侮辱的女人，你找死！闭嘴！想死啊你！竟敢得罪全总！少！全总，刚刚我不知道是您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我一马。放你一马，可以。道歉，不是道歉。我哪点比许宁月差？凭什么给他道歉？进，闭嘴。啊，对了，忘记告诉你了，眼中将要比你差的许宁月，是我全氏集团的总裁夫人。总裁夫人，不
可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已经结过婚了。既然徐少买不起，女朋友又不愿意道歉，天凉了，徐家破产吧。天凉了，徐家破产吧。请你饶徐家一条生路吧。全总，你看在我们昔日闺蜜情上，不要对我赶尽杀绝啊！别，你这种恶毒闺蜜，我无福消受啊。带走。全总饶命啊！宁愿我，宁愿你不能这样对我，宁愿。这项链居然要一个亿，感觉脖子都沉甸甸的。嗯，我戴不起。不许摘！你没发现心里有什么意义吗？嗯，什么意义啊？星月，你和星星都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。各位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夫人许明月，我们的婚礼定在下个月十五号，届时请大家来贺喜。什么时候答应要举行婚礼了？那没办法，妈早就偷偷定了黄道吉日，星星还要炒亮灯花筒呢。可是，闺女会找到孩子，到时候让他们一起当花童。阿周，你真好。我都这么好了，你就不表示一下？就这样？全市总裁全望周于近日携带隐婚妻子许宁月现身珠宝展官宣婚讯，现场甜蜜亲吻，狗粮满天撒，网友评论所爱隔山海，山海皆可平。全望周，许宁月，你们把我害成这样，我让你们死。妈咪，你看这是星星在乱伦画的画，上面贴了老师给我的小红花。哇，星星这么棒啊，我看画的什么，画的真好看，星星以后啊一定是个大画家。那妈咪，你奖励给我什么呀？妈咪给你奖励一个棒棒糖好不好？耶。喂，阿周，我查到真相了。你说，你让我查了两件事，其实是一件。星星的妈妈就是许宁月。你说什么？总裁，陆夫人和小少爷不见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喂，月月，你在哪儿啊？钱总，你是张林？没错，是我。张林，你敢杀了他们母子俩，你找死。哈哈哈哈，钱总，你的老婆孩子在我手上，想要他们平安，你就到郊区的一个废弃仓库来，记住，一个人。如果被我发现你报警，我就把他们母子都杀了。张林，不准伤害他们。立刻备车。星星，妈咪，星星在这里。星星，星星，你等一下，妈咪马上就去救你。妈咪，星星，我害怕呀。你放心，妈咪陪着你，不怕。许宁，你醒了。张林。被全市集团开除，被全行业上的除，一无所有啊！啊！星
界自信。卑鄙小人竟然还敢绑架我们，我呸！你还敢说我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！欣欣什么都没有做错，她就是个孩子。你放了她，有什么事情就冲我来。她挺在乎这个孩子，怎么着？不是你生的？不管她是不是我生的，她都是无辜的。放过她，求你，你想对我做什么都行，真的。林玉，跟你在一块两年，你没让我碰过，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味道啊。老哥，老子快活快活，现在就放走。啊！不许欺负我妈咪！你说，全我都有失望，我玷污了他的女人，那岂不是很爽啊？就是不知道他还会不会要你了。行，既然你要办事，把我的手解开。秦宁月，你想耍什么花招？孩子都被你绑在那儿了，你还怕我跑了不成？看你也不敢耍什么花招。你给我死了！住手！阿成，钱总，你来了。爸比，看来你说话还是蛮守人心的嘛。总理，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只要你放了他们。我要什么你都给我呀、啊，真的。你要钱，要房子，都可以。可是我要这些有什么用呢？那你要什么？我要你死！你别听他的，阿忠，他就是个疯子。闭嘴！这胡说八道，我弄死你！不要伤害他，我答应你。爸比，不要！不要！啊，你死！死了！我就放了他们母子。不要！不要！爸比，不要！陈望舟，你把刀放下，我不允许你伤害自己。陈望舟，张念，你在我信守承诺，要不然我一定让你死在身之地。你快点，老子快没耐心了。对不起，月月，你和星星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不要！星星，老子不想辞职。小心！谢谢。谢谢，你不会有事的，谢谢。医生，快点！这样不能活着的，这样不能活着。医生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他，他不能有事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尽力的啊。你放心，我已经把全凌晨最好的医生都叫过来了，他们会全力以赴救星星的。都怪我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没有保护好星星，对不起，我真是个失败的父亲。你不要自责，这不是你的错。对不起，这不怪你。嫂子还不知道星星是他的孩子，他就这样喜欢星星，保护星星，这难道就是血脉关系的强大感应？你受伤了，我带你去治疗好不好？不要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在这里等着星星。总裁。张林已被缉拿归案，让他下半辈子都在牢狱里待着。
医生，心情怎么样了？已经检查过了，但是伤口有点大，失血过多，现在急需现场输血。孩子什么血型 ？A 型血。 A 型血，那麻烦了，现在医院里疫情血库存不足，急需现场输血。我就是 A 型，可以说我的。你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不可以？我又不是孩子的生母，我可以捐。你们谁告诉我为什么不可以？医生，你抽我的吧，赶紧救孩子要紧，快点！求你了。你不会。我知道，我又不是傻子。 因为你是星星的生母，我是孩子的奶奶，我是 A 型血，我可以捐。行，那你给我来。哎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 A 型的生母呢？宝贝，我查了很久才查出来，千真万确。 你许国生的红色胎记，6年前那一年。喂，6年前与你合欢的对象就是许宁月，当时他被他爸卖去给高利贷抵债，逃脱过程中误闯了你的房间。那为什么会在医院认错人？当时唯一知道那间房间住的是你，而且见过嫂子长相的人，是酒店的保洁阿姨。生产那日。 保洁阿姨在医院认出了嫂子，看到孩子被嫂子父亲拿去卖，一时被钱迷了眼，就跟嫂子父亲买了孩子，假装是另一个去世的孕妇生的。后面的你都知道了。怎么会？什么情况？医生！医生！医生！ 星星，阿昭，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6年前是你，星星真的是我的孩子。是的，是我，是我们的孩子。太好了。星星呢？星星怎么样了？他很好，在儿童广场歌跳舞呢。他在哪？快带我去见他。 我告诉你，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妈咪，她还保护我，她对我很好，还带我去吃冰淇淋，还说我画画很好，还说我长大后是个大画家。星星，看我妈咪来了，星星妈妈真漂亮。妈咪，你醒啦？嗯，真好，你真的是我的孩子。 喂，怎么啦？月月，星星又出事了。什么？我先去过了。星星，星星，他到底怎么了？星星。 还在学校。
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开玩笑？你快说，今天他到底……林远，虽然我们已经在一起了，你也怕了，但是我还想再问一句，林远。喂。Okay.